我跟 Ford 一直都非常有缘分。那不只是在我印象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是他的销售专员，卖了好几年他的车。那我第一次代言汽车广告也是这个牌子，所以这次又继续来代言，就是更觉得缘分很深。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概念是很好的，就是鼓励很多女生可以自主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交通工具、交通方式，然后去探索这个世界。是因为你难得你就是拍了他们的微电影吗？因为你有暂时想要休息一下，那因为现在有拍微电影，会想说最近好像可以重出江湖这样吗？没有，只是过干瘾。对，就是演的时候还蛮开心的，但还不到时候。什么时候会？因为最近有跟小宗就是有上他的厨艺节目嘛，那就是很多粉丝看到之后就说相亲就是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或是你的戏剧作品，其实大家都蛮期待的。因为我一投入戏剧就会全身心投入，就会对我觉得我现阶段先专心期待小宝宝好了。小宝宝计划还好吗？就像大家看的，怎么肚子还是很平。现在疫情变严重了，那跟老公是分开的，也两地相隔。对，不过反正我们会试着用各种方法。对，你们这样分开多久啦？其实还好啦，就是从以前一两个月的单位变成几个月一次见面。对，就必须拉长，因为还要再加上隔离嘛，还是要好好隔离一下。那美国那边，他在美国对不对？他在那边还有，就是他一个人吗？也是有一些同事的亲友在那里。那有关心一下他们那边疫情的状况？就如同大家所见的那样嘛，就是关心老公在那边的那个。就新闻也都看得到，对对对对对，是。好，那就是那目前就是跟老公分开的时间，你有过去找他吗？我倾向不移动。对，大家就说那就他动我不动。对，你们有问题要问吗？想说都是他问，他也很有压力。不会啊，不会，只是比较要去哪里放松吗？或是做其他的行程？应该就是跟家人在一起，对对对，就今年大家都可以好好探索岛上风光。对，从去年就开始了。新的计划，因为刚刚焦哥不是说那个电影？对，制片的部分，因为现在剧本都还在修改的部分，对，然后整个设定也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要剧本定了才能接下来的工作。但是可以先找资金了。那会有一些可以做，比方说这一次的角色啊，或者是。我们真的面临非常大的改动，那大家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做这个改动，所以好难透露啊。所以之后会往幕后走吗？还是说是同时？对对对对对，但戏荧幕前的并不会放弃，只是现在在准备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段是那个宝宝的，宝宝也是啊，制片也是啊，对。就是想要走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路线，就多重探索，就像。Foreign Active 这个跨界，跨界探险。所以之后可能粉丝可以比较期待哪一块这个可以投入。把演艺生命拉长一点的话，当然是目前幕后都会持续去探索、去实验。对。那最近有在陪，就是家人，就是都在陪家人比较多。陪家人，自己受不了也在上表演课啊，没有办法完全停了。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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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精彩新闻不漏接。